是一个很有勇气的，可以去面对这些挑战跟挫折的妈妈。她也影响很多人，跟着她一起帮学校做很多事情。让他们认识菜啊，因为没带他们来，他们只是看课本的，他不知道生的是长这样。我是来自南京的燕兆丹，五年前为了孩子的教育，我们搬回了台湾。现在呢，我是一个非常幸福快乐的自贡妈妈。在台湾站起，每周六给您更多新移民的故事。